你好，我是李诺雅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《老中新闻》。六十七岁的好莱坞武打明星布鲁斯·威利因为罹患了失语症，宣布退出影坛。医师说，失语症是失智症的一种，但是它比阿兹海默症发病的年龄还早，恶化的速度也更快。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，患者在大约四到五年内就会退化到无法生活自理的程度。 预防失语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多动脑、多学习，增加脑传导路径。人类的脑部虽然会因为年长退化，但是受损的脑细胞仍然可以由其他的方式代偿。有研究认为，运动和营养均衡，甚至喝咖啡，对减少失智症都是有帮助的。但是最有效的方法还是多动脑，特别是在年岁大了之后，仍然要保持学习动力。 有报道提到，布鲁斯·威利小时候有口疾的情形，长大后才好转。医师说，小时候口疾或者是有语言障碍，显示脑部主管语言的部位可能发育不佳。年老之后罹患失语症的几率的确有可能会比一般人高，但不是绝对的。失智症当中最常见的阿兹海默症，患者脑部的影像中可以看到类淀粉蛋白沉积。 有些失语症的患者不一定有同样的情形，而且两者之间的症状有明显不同。阿兹海默症的早期症状以记忆缺损为主，之后会逐渐恶化，才会出现语言障碍。但是失语症的患者，记忆丧失和语言障碍可能会同时发生，患者说的话会让人难以理解。 另外，阿兹海默症通常发生在七十岁以后，九十岁以后的发生率高达三分之一。3, 但是失语症可能在五十岁到六十岁之间发生。阿兹海默症进程缓慢，往往会持续十多年以上才会退化到丧失生活自理的程度。有时候前一年和后一年的差异不大，但是失语症患者大约在四到五年内就会退化到末期。 医师也提到，失语症有很多种，有的是运动失语，患者讲话的内容让人无法理解；另外一种是感觉失语，患者说话还算清楚，但是他却无法理解他人的话语。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中风造成负责语言的左脑受损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